对你死心塌地的女人是什么样子？你是我最耀眼的梦，明亮我黑暗的夜空，那是宿命，也是爱情，是我一次一次的心动。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死心塌地的爱最闪耀。爱情一直以来都是我们每个人所崇尚的，爱一个人要认真，一定要付出自己的真心，这样才能得到同样的回报，对方才能更爱你。当一个女人真心爱上你，对你的爱死心塌地的时候，她会变成这个样子。男人们别傻了，别装作不明白，要懂得珍惜他们，变得离不开你。当一个女人真心爱上你，对你死心塌地的时候，她会变得特别依赖你，把你当成自己必不可少的东西，逐渐开始变得离不开你。原来的她没有你，什么事都可以自己一个人做，洗衣做饭都是她自己不得不做的事情。但是现在有了你，她开始变得生活不能自理，离开你她会感觉少了点什么东西，会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如果不是真心爱你，没有你依旧可以活得幸福，所以他离不开你是因为爱得很深，愿意为你做任何事。对你死心塌地的女人会愿意为了你做任何事情，不管这件事她是否愿意做，她都会为了你而委屈自己，为了让你因为她而开心。因为他们很爱你，所以即使这件事情她可能做不到，她也会尽自己的全力努力去把它做好。只要他们自己知道自己尽力了就好，那样才不后悔。他们愿意为了你放弃一切，这样的女人把你看得比自己还重要。男人们千万不要轻易错过，只有对你死心塌地的女人才会这样付出。不在乎你的过往，真心爱你的女人会连同你的一切都爱上，因为他们懂得爱屋及乌的道理，所以他们爱你也会爱你身边的一切，爱的是你这个人。他们不在乎你的过往，就算你以前多么的不好，他们认为那都是过去了，现在的你才是他们真心爱的那个你，所以他们只在乎现在的你。一个女人肯忘却你的过去，不再计较你以前的种种，那这个人真的是很爱你，是那种对你死心塌地，没有你绝对不行的那种爱，为你拒绝一切暧昧。真正爱你的女人，她们心里只有你一个人，容不下其他人，所以他们会愿意为了你而放弃一片森林，愿意对你一个人死心塌地。他们会为了你而和其他的异性朋友都断绝联系，为了让你安心，不让你多想，他们愿意拒绝一切暧昧，所有的爱都留给你，愿意为了你而拒绝一切暧昧。和其他男人保持距离的女人是下定了决心要和你在一起一辈子的女人，他们对你真的是死心塌地。